这是您结的。昨天讲到哪儿了？说到死一千多人。啊，死一千多人了，还是雅信时刻提醒我。别叫这个。昨天呢，讲到什么呀？十一个和尚，峨眉山峨眉派奉师之命来夺取扬州城，啊，来化缘。善化三天，恶化三天，一分钱没有化到。第七天、第八天、第九天，杀了一千人，啊，对吗？你想，各位杀了一千人呐，那不是一个两个。什么时候杀人也不成啊，对吗，刘哥？咱说了这个，你怎么说？对，有不知道的。这个扬州城镇守扬州城啊，是五台山五台派，八臂玉交手吴彦衡四教主镇守扬州城三十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说的这么厉害，怎么杀了一千多人，他怎么不露面啊？吴彦衡没在家，投名师访高友，尤其是练武术，这就是啊，学无止境。你像我们说相声也是，你都不一样，也就敢在这儿骗您各位，你到外地就活活打死，真是这样。必须得武装自己啊，必须得跟那能人学习，没在家呀。哎呀，扬州百姓可吓坏了，这怎么办呢？那位说官府怎么不管呢？官府是不管呢。前文书咱说了啊，严嵩收买这些个恶僧啊，峨眉派两大魔头啊，收买他，给他收敛钱财。所以说呀，扬州知县乃至总兵，那都是他的人，早就送来信儿了。尤其是扬州总兵，那是严嵩的学生啊，你想他能管吗？他不是不敢管，他也不管呢。母师傅下达一个命令啊，这个刘元以后再上后台乱棍打出，无论关系怎么好，那该打就打啊，师命难违。现在还没有接到这个，真是这样，快了。头一天杀了四百多人，杀了一个绸缎庄，第二天杀了一个当行三百多人，第三天卖粮食的粮局啊，粮店打粮店，杀了二百多人，再找大买卖没有了。扬州城哪有那么多大买卖，杀的差不多了。小明的和广这儿带着十个和尚，找来找去，西门里有这么一个大门面大饭庄，十五间门面大饭庄，上下三层楼。在那个年代呀，三层楼就了不起了，现在三层楼好像没有什么，最高楼咱们中国也好，外国也好，都多少我不知道啊。一百多层好像是啊，有没有二百层的咱不知道，过去三层那就了不得了啊，三大字英雄庄，这边有一个小字写着落款无忌啊，过去谁的开的买卖叫什么忌啊，老李的开买卖叫李忌，吴彦衡开的买卖的无忌啊，姓什么叫什么姓，姓于的叫于记啊，都
是这样。小弥勒佛往这儿带着十个徒弟哗就过来了，每人脖子挎个大漠河圆，200多斤，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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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敲，震天震地。这时候啊，就跑过一个小伙子，赶紧打住，干什么的？阿弥陀佛，我乃峨眉山峨眉派奉师之命的，打住啊！峨眉山峨眉派奉师之命来化缘，就地化缘不带走，盖一个庙保佑我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是不是？上下三等元，头等元黄金10000两啊，给一碗面条不许回碗；二等元白银10000两啊，给一碗清茶；三等元白银5000两，给俩嘴巴，是吗？那下就阿弥陀佛，我知道你没头发。那废话，你这骗人就会这一个套词，你是主流化缘的吧？阿弥陀佛，下去给我刨了吧。谁呀？吴彦恒，200多个小徒弟。哎，大
这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的，瘦的瘦，什么货色都有啊。穿红的红丝鞋啊，穿黑的黑丝铁，穿白的白丝雪，穿黄的黄丝线，小不样啊，你咳嗽啊就跟放二踢脚一样，砰啪，整个十几个和尚给围住了。老和尚一眼一瞧，阿弥陀佛，一瞧啊，有能耐人一瞧就瞧出来了，甭瞧这天上二百来人咋咋呼呼，没有什么能耐啊，有本事是稳的，你看那咋咋呼呼过来什么本事没有，一瞧嚯，都是开场的，一个团里的没有。心里边就踏实，一祝福秃驴啊，说为什么叫和尚叫秃驴呀，这里有一个典故啊，就说这个唐僧西天取经嘛，啊，那么一个大王八精嘛，是不是刘元啊？嘱咐唐僧的事就没给办到，取完经回来了，王八一生气，连经文的带人夸掉海里了，啊，白龙马那里已经回去了啊，龙太子已经回去了，那怎么办呢？买头驴吧，这驴驮着经文就往回走，这驴叫什么名字呀？那无波弥。陀佛。南无。他把佛陀回来了，所以说这个驴就骂和尚是最厉害的，秃驴干什么？阿弥陀佛，你看呵，你说我要跟他们动手啊，不够我打的。再者说来，杀一千人那是晚上啊，各位啊，谁也没瞧见啊，你是光天化日之下杀人那不成。他的目的不是杀人，而是夺取扬州城，夺过来之后还得指着这些人给他卖力了，都杀了自己扛大包去了。眼珠一转计上心来，阿弥陀佛，哎呀，娃娃，叫谁啊？我偌大年纪叫你们娃娃不成吗？不成，叫什么？小爷。阿弥陀佛，叫什么？叫爷。老和尚气抖丹田。
师兄叫金丝药的李虎，那个叫银丝药的李旺。一商量，跟你看谁厉害的啊？找来找去，找这么一大胖子，嘿嘿，哎呀啊，外号叫什么呀？赛周通，力量奇大无比，别的什么本事都没有啊，连八扇屏都不会背，就是有把子力气啊。行，你过来。周通傻大黑粗就过来，不是，你给举样子看看怎么举啊？啊，他那独角铜人娃娃说真人大小啊，跟他个儿差不多，盘腿儿，他那个把儿呢就是一个娃娃的脚脖子啊，这边呢好像是这个，当然我没见过这个兵刃啊，好像是盘着腿儿，这还有一个手，手掌上镶着一个金刚钻。什么东西？这金刚钻掉了，太贵，像一个金刚钻，扇破金钟罩，专打铁布衫啊！就这兵刃，2470多少斤忘了。老和尚挽挽袖子，啊，抓一脚脖子。你想，这个大娃娃说是真人大小，一般的举东西也得举中间啊，他抓着脚脖子。拿过来，举了三举，落三落，放在地上，连点声音都没有。娃娃，不能叫娃娃，叫什么？你随便。照我这样来，谁举起来，马上滚出扬州城。周通过来了，塞周通，傻大黑粗，别挑傻。先过来拿脚踹一下，这一踹不要紧，和尚下去呜没突破，是内行。为什么呀？先拿脚问一下，看看能不能问动了。要说连脚都踹不动，你手你更举不起来。要不怎么一句老话叫什么呀？胳膊拧不破大腿呀。一看吓一跳，没捉过，看来今天要摆泥了。周通还行，我说我弄俩手举吗？这种像卖手里高的哈，我能俩手举吗？可以。身大力鬼，好家伙，得抓脚脖子啊，再往上举，好，那这大肚子抓不过来呀、啊，抓哪儿啊？抓这个小胳膊吧，啊，咵一较劲，双膀一较劲，提了起来了。老黄吓坏了，阿弥陀佛，看来真他妈摆泥了。这时候呼呼啦啦，围过很多老百姓全来了，看热闹来了啊。彩妆头，好家伙，双膀一动，咔。这像举重吗？咵就提上这儿来啊！只要换，大家有看过举重的，只要换了一番，能到这儿就能往上举，就已经达到这儿了。底下那些观众们，好啊，好啊，好啊！哎，这些老兵，周通啊，他啥力气，脑子有点问题，对吗，刘元？脑子有点问题呀、啊！一举起来高兴啊，大家一鼓掌，好啊，他张举着，哦，谢谢，夸坏了，你不说话鞠了一口气吧，你提了一口气呢，你说谢谢漏了气了，咣当，独角铜人娃娃说就摔下来，几位大石棺就打碎了，一口鲜血呀吐你一脸，好的，夸，哎呀，老和尚啊，暗暗捏了把冷汗，好家伙，了得吗？这要不是这些人给他鼓掌说声谢谢，今天真崴泥了啊！拿眼睛一瞧，带着那师徒弟，眼睛会说话，各位啊，这么一瞧，你看你跟我多少年了，能拿起来吗？这一个大傻子举起来了。
就会一个八扇屏，还想退出？哎呀，适可而止也就这样，已经见了血了，阿弥陀佛，看在你们几个哇哇的份上啊，今天就到此为止，明天还来，众家徒儿撤。真又来了，你不来不行，他不打起来好吗？那你往下怎么说呀？啊！阿弥陀佛，上！哗！200多徒弟又过来，瞧着你看，真为难了。你说，哎呀，你说这么要命啊？你说要打起来，你说这一会儿打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你是和尚，他虽然再坏，奉师命啊，这心里他也不是坏到是人就杀，是人就宰啊，他也心疼啊啊！最大的21岁，最小的16、17、18、19岁呀、啊，这怎么办啊？你说你要不打他，一个一个昏昏闷愣货，我不打他，他打我，马上我就要玩完。哎呀，这可要命！独角同志麻烦说搁在地下没动，身背后还别着一把短兵刃，短把锥锋荷叶铲，没有多长啊，一大荷叶四外圈，全身利刃削铁如泥，中间的一个小镰头镶着一个金刚钻，专打铁布衫，扇破金钟罩，唰拔下来。当然我的架势我也不懂啊，不会，身上没有也不好看，就这么意思吧。好家伙，面向西方，佛佛，西方如来，我佛在西方，我佛如来心里暗暗说呀，我不愿意打呀，我没有办法呀，我是奉师命来夺取扬州城啊，我们和尚的职责是什么呀？啊，扫地修山楼里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念更念到五更天，沐浴秋散满天星，我们是干这个，我怎么杀人呢？可是不杀人可要命，我不杀他，他不杀我呀，我佛如来，我今天我要开杀戒了。这短把这封荷叶躺，这要再上头，这200多位啊命还在，只要一落下来，唰，瞬间全死。就在这时候啊，声音不大，外头就传出来了，结果结果就俩字，结果老贾你好，结果谢谢，结果结果老百姓就唱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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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荣这短大追风会场就没敢往下闹，这一定是吴彦恒回来啊，一会儿这人就分开。老头70来岁啊，白发苍苍，大眉毛一尺半，坐在坑儿上，眼都没抬啊，那个马这比人都懂事，不踩人，一直胖子绕着走。街头一看师傅过来，赶紧哗溜一上去，哎呀，有的撅腿的，有的给扇扇子的，有人干把椅子赶紧坐下来，有人给捏肩的，有人掐脚的，就跟我师傅来到后台一样。始终眼睛都没抬啊，说这个吴彦恒啊，昨天晚上就回来了。你想啊，扬州城发现这么大的事情了，杀了1000多人。他这徒弟们早就派人去找了啊，昨天半夜就回来了。师傅一回来，这些徒弟好像气得大声，师傅你们说，师傅你们打住，一个人一个人说啊，众人说话闹哄哄，我听谁的啊？你说你也跟着凑热闹，你不知道你是哑巴吗？你就给那胖子小丑小的厉害，你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三天杀一件主。吴阳恒镇守扬州30年，他就琢磨了，30年若不是一夜不闭户啊，南西北六一三省没有不知道我的。今天这可就是砸场子来了，要是没有后台，他也不敢来。闹了10天了，政府没人管，这里边一定有文章。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带着两个徒弟，金丝鹞子李豹，银丝鹞子李虎，问了哪儿了？扬州知县，奔了那儿去了。啪啪啪一叫门，里边人赶紧往回禀，知县出来，哎呀，吴老英雄啊，你可回来了，要了命，赶紧里头请吧啊！到了客厅里，就这么一聊天，哎呀，知县，这个知县还是不错的，他是一个好官，但是他这官太小啊，7品知县呢，蓝官小，他穿那个蓝衣服啊，管不住人家那个总兵。不瞒您说，吴老英雄啊，和尚一来还没杀人的时候，我就去找他了，他不管呢，他说这是武林纠纷，咱不要管，不要干涉。后来3天杀了1000人呢，我又去找他了啊，还不让管呢，我就盼着您赶紧回来，这不您回来了，这可太好。吴彦恒这么一想，手捻银髯这么一想，这肯定是跟着总兵勾了，行，赶紧等我去到总兵府。大早上了，按现在说也就4-5点钟，报事的往里报。总兵的也怕，你想啊，虽然严嵩是他老师，但是吴彦恒了得吗？啊，没有办法，硬着头皮接到客厅啊，香茶端过来啊，吴老英雄，今日为什么这么早来到寒舍呀？总兵大人，我吴彦恒投名师访老友走了不到半个月，咱们扬州城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死了1000多人，您这个事情您不知道吗？吴老英雄，死人这个事情啊，我好像略知一二，但是谁杀的我不知道，咱们办什么事情得讲究证据呀，啊，没凭没证，你叫我逮谁的？这一听这话就明白，总兵大人，那么说峨眉山峨眉派11个和尚，上化3天，恶化3天，这个事情您也不知道吗？这事情我知道啊，这也不能证明说这1000人是和尚杀的，谁看见了谁逮着了，你没有证据呀。吴彦恒一想，对了，他是半夜杀人，谁也没瞧见呢，看来多说无益。总兵大人，是他都是半夜杀人，谁也没瞧见，没有凭没有证，可是现在11个和尚在我英雄庄门前啊，他管我要钱呢。化缘，你也听说了，黄金10000两，白银10000两，5000两，我肯定不给呀，我要不给，说着说着就打起来。您知道我虽然是会武术，我偌大年纪啊，常言说得好啊，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啊，我70多岁，小弥勒佛广智不到50，40多岁，他要是把我杀了，您管不管呢？
啊，不老英雄，这个也不管。不是怎么这也不管？那当然了，你们这是武林纠纷呢，这叫什么呀？老何杀老何，政府也没辙。你们都老何呀？啊，这我不管。姜还是老的辣，吴彦恒就等着这一句话，听完了哈哈一乐，哎呀，总兵大人，好，我就等您这句话，啊，他杀我，你不管，那我要是把他杀了，你管不管呢？这怎么说呀？哦，他杀我，你不管，我杀他，那管？没法说，知道自己上当了，咬着后槽牙，那也不管，那就好了。不是老夫在这夸狼烟卖海口，就这十一个和尚，老夫打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如探囊取物，反掌关门一般。告辞。就这样带着俩徒弟，这才回到英雄庄。啊，早就回来了，要不然那几个小徒弟能这么大的力气，这么大的劲儿敢？啊，没有这胆子。往这一坐，好，这几个徒弟还搁这敲着。不能打呀，这打不了啊！前两天那二百来个，啊，打得呼呼，一看没有本事。你这个你一瞧，好家伙，啊，七来岁白发苍苍，往那一坐，稳如泰山。你抬眼皮都不抬，你都不瞧你，这必有能为呀！赶紧兵刃收起来。阿弥陀佛，吾老英雄。没瞧，山上声音太小了，说了行话，长长行。阿弥陀佛，吾老英雄在上。没理，又叫第三声。老头微微睁开眼，都不往底下瞧，因为他坐在台阶上了。啊，小弥勒佛往这儿在底下了。上边看，这是谁在跟我说话呀？阿弥陀佛，吾老英雄，我乃峨眉山峨眉派五教主小弥勒佛广真，奉师之命前来拜访吾老英雄。多会说话哦，拜访我，可带着什么礼品了吗？哎，这个，我老英雄，我们乃出家人啊，四大皆空，我们没有什么礼品。凶僧，来我扬州城不到十日，杀我一千父老兄弟，可是你干的？阿弥陀佛，我们出家人慈悲为怀，住嘴！我再晚来一会儿，我这英雄庄就让你给拆了，你知道吗？啊，还敢在这强辩？这时候老百姓这都就好，黑了压压好几万人都围过来了，都恨疯了他。嗯，老百姓就说：“别跟他废话，打打打！”吴彦恒卖粪。各位父老乡亲，我吴彦恒镇守扬州三十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大家说我这话说的对不对？对对对，啊，那我对各位好不好？好，好，好，吾老英雄万岁！那今天恶僧杀我一千父老兄弟，该怎么办呢？
贩子，好家伙，小弥勒佛光杆汗都下来了。啊，听见了吗，兄僧？今天呢，有你没我，知道吗？当着各位的面，你说，你想怎么死？你想着要叫我几下弄死你？你说五下，哎，我绝对四下半我不弄死你，我不欺负你。你说，小弥勒佛这儿好家伙，心中叫苦啊！师傅啊，师傅啊，我老五啊，你叫我来，我打得过人？你找老大老二去啊？他们好家伙！但是人家不来，我就找不着了啊！我这不是死在手里？阿弥陀佛！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想怎么着啊？他七十多岁了，武艺再高强，那力气有可能打不过我。昨天那傻小子赛周通举那个铜人娃娃说。可没有举起来，我今天我还让他举这娃娃说，他要举起来了我倒霉，要举不起来甭废话，赶紧带着师徒弟赶紧走，留个全尸。阿弥陀佛，吾老英雄，哎呀，要说武术，那我肯定打不过您。您跟我动手，您是欺负我呀？您七十多岁，我才四十多岁，我是个娃娃呀！有他们这么大个我是个娃娃呀啊！您这样，我从峨眉山带了一件兵刃，独角铜人娃娃说。2475斤9两，多了一两好像啊。如果您能举起来，那您说怎么打就怎么打。如果举不起来，对不起啊，我带着师徒弟回到峨眉山禀告老恩师，前来谢罪。吴彦衡一想，这是抻练我呀啊！知道都是干这个，拿眼睛一瞧，这个眼睛就是秤，能不能举起来这么一瞧，心里可就有谱了。卖粪，但是这个人呢，就是到了一定程度了，就得端着，就得装。哎呀，扬州父老啊！大家条件没有，这是欺负我，我偌大年纪呀，叫我举这个独角铜人娃娃说，年轻的时候甭废话，我拿起来跟玩一样，但是现在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啊，我要举不起来怎么办呢？各位乡亲父老，您说我是举是不举呢？老百姓举他还让你杀下去呢，他杀他杀你们，你不举不行，不举和尚或更得意了，一听这话肯定举不起来啊。那吾老英雄，那没有办法，我带着十个徒弟回转峨眉山，改日等会儿。说着话，哎，大靠脱下来啊，看一看手脚都利索一点，练武吗？绷瓜子有没有？连着的啊，弄好了之后，过来，也拿枪踹一踹，没踹动。我这和尚可乐了，呦，阿弥陀佛，没踹动，肯定举不起来啊！他哪知道我老奸巨猾呀？左看看右看看，着点了，看到这个
都叫同仁娃娃说你脚丫子脚多少事拿起来合着多少斤2475斤8两我试试吧和尚你说瞎话了吧这是空心的无比多好家伙都要歪你呀呼我这老头拿着卖来大家甭信啊顶多3-4两你们哪位您试试的当时压死好家伙我们这好家伙验上了阿弥陀佛和尚这就算完了吗那不行啊你看这个局不好局往下放可不好放啊小弥勒佛广真人家落在地上连点声音都没有他有可能他力气大能拿起来他夸往地一落碎一块石砖这就算输了啊无聊英雄那不行您得稳稳当当落地哎呀这可是难为他了你举好举往下落我是差一点我稳上地也行吗那不行只要落地那就算数那我落不了我唰就掉下来了和尚高兴这肯定赢赶紧走离地还有半尺吴业恒拿脚尖一脚那位说挑起多高多高说不上来3天3夜没下来怎么回事刮挂上了那位说也不用拿大树刮2000多斤呢就唰挑起了好几丈啊然后又落下来稳稳放到地上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再看小弥来广这儿哎呦喂脸变了阿弥陀佛看着师徒弟一边死吧吴彦恒哈哈一笑不要多说了来了说怎么死法啊要说到这儿其实刚才我跟刘元就有点越了刚才刘元说倒替紫金冠就把刘元命门给不是刘元啊是他说那个书啊给他给踢了我这儿呢也是应该踢这命门啊踢到这儿就传了、跟他那是一样一样的这就是月啊所以说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啊你说的怎么死了啊这一下和尚一想我这短把地方荷叶塘这么一点儿来吴彦恒说我让你3招头一招让你什么呀你是出家人我不能破了规矩虽然你不地道啊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得罪所有出家人第二招我不还手为什么呀我70多岁呀你40多岁你在我眼里头就是一个娃娃让你2招第3招我还不还手说为什么当着你我说一句大话不是我夸狼烟卖海口我一伸手你就死了两个人可就较上劲了非打不成啊小弥勒佛广这儿你打他你怎么打呀我的天哪啊你打你找不着他啊你看这个人夸就跟那个这个西游记似的奔跑后边来了你打他这跑这儿转圈转啊老爷子这叫什么呀啊正八卦反八卦108游戏
心长，大着老和尚累的死脖子汗流，你找不着人啊。像这个的我跟你说，就救兵必败，你已经这样，你直接给他弄死就完了。真是的，他就是当着人好不好，我卖呗卖呗，三十多年没打架了，让你知道知道我人老啊啊，身不老，我这还行，方方面面我还行啊。向那里一招准死，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呀，啊！和尚有一个破绽，累得不成了，站都站不稳了，晃，骑马蹲当时，啊，正蹲着呢，啊，就把要命的部位露出来了，就说命门呐，命门在哪里？是什么？我不知道。好像喘着气了。吴彦恒的啪一抬腿，这就叫倒提紫金冠啊！这提着和尚准死，别忘了和尚峨眉山峨眉派五教主啊，情急之下啊，俩手指头啪，没有办法了，这不是什么招数啊，硬提的，啪，脚丫子这是奔着兄弟这儿来了啊！办法，两掌整点到吴彦恒的脚面上，你要命了！你现在你说什么都白说了，我怎么那么厉害？我让你两招，就让三招，哎，这给点断了。你想那和那和尚二指上咵，脚面骨没有肉，你谁多胖子，刘元这脚面也没肉，对不对呀？就一层皮儿。你说我这有肉，你那浮肿。这一下子可以厉害了，哎呀，小弥勒佛往这哈哈一笑，我当你多大能为人，这到这儿就开始吹了啊！不过如此啊，找马端把追风荷叶堂打出来啊，哈哈大笑，端把追风荷叶堂再上头，老头的命还在，落下来马上就死，要知老头生死如何，下回再说。